早啊，今天是10月30号，然后我今天要吃外面的好吃的早餐。I'm just gonna go out to eat a good breakfast, and that's the one of my favorite breakfast in Taiwan. Let's get started. 真的很好吃，吃。啊，我来讲，真的很好吃。我来讲，啊，有到土味啦，安尼无肥油啊吼啊，爱讲现代。 谢谢，谢谢你。这么客气。对，九州的，对。福冈县。上个月我女儿也有去九州。啊，对。去玩。他们真的很好玩的地方，好吃的。 现在来台湾多吗？啊，现在对越来越多。看到阿毛，对啊，对啊。真的好吃哦。台湾足近嘞，坐飞机讲点外钟尔。本来台湾念书的不多啊。这把我唔多哦。最近那个师大有很多，对对，但真的很少，对。没听出来挺多呀。对对，但是交换的留学生很多，对对对。 但是本科的那个4年的大学很少。来台湾念，那个什么会承认吗？对。你们政府会承认吗？承认。毕业会承认。以前可能没有，可能是这20年左右，这是对对。然后很多人都是父母是台湾人，然后在日本出生的。他们的中文已经很好，然后所以。 那个真正的日本人很少。现在台湾也很多人。谢谢你啊、哦，拜拜。推荐。原味的蛋饼。